主料：日本豆腐一根，虾仁1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淀粉、蚝油酱、葱花、青豆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日本豆腐切片，虾仁洗净背部，揭开去除虾线，把日本豆腐码放在盘子里，虾仁摆在豆腐上，表面撒上少许盐，虾仁豆腐放入蒸锅蒸5分钟，蒸好后倒出汤汁，虾仁上面放熟青豆，炒后放油葱花香锅，倒入适量蚝油酱炒匀，倒入豆腐里叮出的汤汁，勾入水淀粉，放盐，炒好的汁浇在虾仁豆腐上。烹饪技巧：豆腐和虾仁不宜蒸的时间过长，影响口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